好，在我们那个比较帅可是又比较便宜的状况之下，紧接着要换下一个，下一个感觉就会比较复杂。下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同时应该对，算是我同时，你们应该也都知道，这个电玩非常非常的有名。OK， 让我们欢迎下一个演出，下一个演出是来自干湖 B-boy 所带来的 Mario， 掌声。真的，他真的很轻松，你没有看到他就这样拿，他就跳完一支舞了。欸，他去后面继续准备别的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先放过他，等一下我再来问他。OK， 好，介绍一下。欸，刚不是好几支吗？少一支哦，还有一支去哪 ？Gigi， 他叫什么名字 ？Gay 炮。欸，不能在这边讲这么大声。Gay 炮，你在哪？快点出来，大家等你。
没关系，让他们四个休息一下，等一下你出来第一个讲话。给跑！他去哪了？他有没有听到？啊，没关系，你好，你们四个先讲，你们四个先讲，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。我觉得你比较累，你可以最后，因为你瘦了很多。好，就从这边开始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啊，我是敢攻匈奴。我是敢攻小周。我是护江启明。我是阿迪。好，通常这个时候我就会很想问一个问题，哎，给炮，你还脱衣服，好意思啊？大家都在穿着，好，讲一下你自己叫什么名字？何成廷。哎，何成廷，哎，你应该，哦，好 ，OK， 好，何成廷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你的声音最大声？你刚刚那个四个人介绍帅啊，是不是？因为他前面叫大声一点。啊，是吗？啊，讲一下你们为什么会想要选这个？对啊。因为你最大声啊，对啊，轰声最大声，好不好？就是为什么会选马里奥这个主题？因为小时候就很喜欢玩马里奥，想要表演试试看嘛。还有对台。好了，我觉得他已经有点累了。好，谢谢马里奥的演出，掌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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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掌